他一定要提案。对，你们可以具体提案吗？是我们经过我们这个我们的杂志和相关的相关的单位。你有没有全责提案呢、啊？我们要先经过长官的，比如说我们相关的单位开会协调处理之后，如果这个是可行，我们当然一定要把它放在里面。好，好，林处长，我不为难。第一个，我希望你可以回去提案。是。哦，长官同不同意是一件事情，有机会我们会再问你啊，就长官不同意。我会呈报给我们长官。第二件事情，我想林处长你看过非常多职灾案，我希望交通部未来你在你辖下发生职灾案的时候，你们不要再。但不需要再有这个。你们要怎么做？我们今天只有一个问题哦，你们到底要怎么做？我们已经提出方法了，这个方法我不知道林处长在那边做交通部里面工作多久，我们提了二十几年了，哦，所以我觉得今天，我觉得我们每一次要来做澄清的时候，就是最后轮到这种僵局，派出来的人好像很善意，也没办法解决问题，我们只能把澄清书请你带回去。请你给我们具体的回复。在这样中央跟地方的老总呢，要一并的来要求所有的这样的营造厂，也就是地方政，特别是跟地方政，你们也要建立他们的你们的职业灾害的黑名单。如果这些职业灾害黑名单已经建立好的话，也不得让他们来承包他们当刚该地的公共工程。我们说好不好？好。最后，我们还是希望，我们还是呼吁交通部，一定要来。照顾我们这些职灾劳工，除了让他们快速的拿到赔偿之外，对这个三个往生的家庭跟两个受害者的家庭呢，这五个家庭呢，我们要他们尽速提出照顾这些职灾劳工的办法，这是我们今天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。